么痛，同志们。这些人脸上。哦，抓了个小牛了，蹄子好大呀！哎，你把这个，你不要放不下手，肯定不要。嗯。哟！别打！哟，好嘞，好嘞，鱼。好嘞。好啊，天嘞。啊，就是这头驴太难逮了，大长腿还挺直。哎呀，这个这什么蹄儿啊？这是，看一下。这驴个小，挺宽，也谁要啊？这张蹄谁要？谁也不愿意要。先把嘴巴给它吃个棒棒糖。一上桌一看，这挺有意思的。他这是上张地方了。那就先打，先打你收鞭子吧。老大，起来加油。先铲一个再套住是吧？你说我按上点。我手机了。你好。这地上太软是吧？是吧？啊、哦，底下双腿的。透了。是双腿的。这还差不了，那磨的还在。咯巴一声掉了。这个地面太软了。不是，软了好起来。咋上来？看到吧。看到了，爽词嘞！这些人脸上，哎，听见了，两击。这就是包浆，知道吧？包浆。哎。哦，这个包浆。这蹄子包浆了，特别亮。这个位置。这刚才切下的蹄子还这么大。这可以做手串，他们说，真的假的呀？好臭啊！就把后边的蹄子给它铲一下，完了就开始给它切底儿。鱼子，师傅，里头那灰乎乎是什么呀？啊，这要上啊！这是肉蹄儿，我来。怎么直掉肘呀？哦，反正是我的肉蹄。哟，这种，那就是我进去的肉垫是吧？对，知道吧？就挖出来，不挖出来垫，给他吃点肉垫。嗯，是吧？是。一看这个，这脚得贵了，靠给他来的力。这做啥玩意儿？这他没，他没，他没。鱼太不老实了。啊，这是肉皮，看到了。那么大肉大块，这么大块
吃的肯定好吃，软软的。去。鱼呀！哎，这让他看不出来了，一定没卖的。嗯。哎。看啥子？看是两个长蹄子没了，这修完了多漂亮。修完了很漂亮，那个香茅是这个驴的，不是，是驴这是马。小哥动动嘴巴，动一动，动一动。你开始了。这么香，他把你着急的。别着急，别着慌。怎么这么拖把他就跑了？小门捉不住了。现在捉不住了，再出来都费劲啊！下一个，